掀开经本第二十六面最后一行，这是大愿的第五段，第十一愿，我作佛时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，于一念行不能超过一诺由陀百千佛刹，周边巡礼供养诸佛者，不取正觉。这个第十愿，是也是属于前面这个几种啊特异的功能。前面介绍过西方世界的大众们，个个都具足圆满的须弥通、天眼通、天耳通、他心智通。今天我们看到这一段呢，是神通自在，这个就是指的神足通。足本来啊是圆满的意思，此地所说的就是我们常讲的变化自在，这个叫神足。到涅槃的彼岸，需要佛古地的智慧，得佛智需要奉祀许多佛，才能够成就佛果的智慧。假如自己没有神足通，就非常难做到了。因此神足通在修行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。世界无量无边，故佛也是无量无边，我们要使每一尊佛，这一尊一尊次第的去陈思供养，那可以说是无量劫也供养不尽啊。因此一定要有分身的本领，可以在同一个时候能够分千百亿化身，像释迦牟尼佛在《梵王经》上所说的一样，同时去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，这才能办得到。西方世界的大众们呢，确确实实有这个能力，
那么像我们这样的身份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一品烦恼都没有破，哪有这种能力？这个能力不是小定能得到的，是要相当的功夫。平常一般人修一个天眼通、天耳通不难，虚念他心就比较上要难的，和变化自在那就更难的。所以在小乘呢，就神足通啊，要三果圣人才能得到，才有，初果、二果还没有。初果有天眼通，所以这是很深的功夫。那么我们到达西方极乐世界，立刻这种能力几乎就跟这个舍利菩萨相同，这完全是依靠佛的恩愿加持，就是这一愿，就是这个愿力加持我们。法藏他说他做佛的时候，他现在已经做佛了，做佛已经做了十劫了，已经成佛了，所有众生生过过程，我们要把这一句话看清楚。这所有众生呢，当然就包括了凡圣同居土啊，下下品往生都包括在其中。我们当然有份呐，生到那边呢，戒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。神通自在刚才讲就是神足千变万化，波罗蜜多也就是梵语，意思是圆满的意思，圆满的神通自在，那要严格说呢，佛才有啊，佛的这个能力才真正叫圆满啊，菩萨虽有还不圆满，这是弥陀威神的加持啊，实实在在，不可思议。那么底下呢，不仅是举一个例子，说明这个能力的究竟圆满，而且告诉我们一桩不可思议的一桩事情，那就是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。这个供养呢，刚才讲了，一定是用神力分身变化同时去供养，你一念情，这一念就到了。速度之快，这不可思议。一念时间是多长呢？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说一个很健康、很强壮、很勇猛的人，弹指，我们的身体差的弹指弹得慢的，那个身体健康好的人弹得快，有力量啊，一弹指这个时间很短，一弹指有60刹那，一刹那有900个念头，可见的这个念的很微细，很短的时间，此地这个一念起，就是很短的时间，心里一动念，
人就到了。娑婆世界距离我们极乐世界距离我们这个地方，娑婆世界十万亿佛国土啊，一念就到了。其实这个距离很短，并不长。世尊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，娑婆跟极乐都在华藏世界海。华藏世界有20层，而这两个世界都在第13层，可见得的确是不远。像华藏世界海这样的大世界，佛说在这个太虚空当中无量无边啊，那这个距离就不晓得有多远，再远的距离也是一念就到了。这是什么道理？是在讲的无边刹海，不出一心，都是自性真心所变现之物，所以这个心一动念头就到了。那么我们今天没有分身的能力，我们会动念但到不了西方极乐世界人他有这个本事，他一动念呢，他的身体形状就到了。这个是分身，是化身，他有这个能力。我们看底下能于一念前，不能超过一那由他本千佛刹，这是的能力。一念之间确实像大经上所说的十方不利当处啊，三世不割当念啊，这些是大乘经上所说的真实意义。那么去到十方佛刹去做什么呢？周边巡礼，供养诸佛。这是说菩萨们所游离的佛国土广度啊，所供养成寺的佛也非常非常之多。你去供养佛，佛决定不会白受供养，佛一定给你说法的。这一尊佛一天给你说一句法，你这一天当中供无量佛就听无量句法了。我们这个大藏经太渺小了，你一天所闻的法了，超过我们大藏经不晓得是千倍万倍。你说那个地方的人学习的进度就快了，所以我们在净宗经典仔细观察，往生到西方世界成佛快，他方世界成佛要32阿僧祇劫，要5量劫，西方世界我们仔细算算呢，也不过是3劫4劫，就成就了。原来人家是这样学习，他有本事清净一切诸佛。我作佛时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远离分别，住根极尽，若不决定成等正觉，正大涅槃者，不取正觉。
地因也是阿弥陀佛给我们开除保证成佛的保证书啊，这保证书的文字啊。这一面就很重要了。所有众生，我们看到这个字样，就包括自己在其中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远离分别。这是戒共定，戒里面有定，住根极静，这是定里面有戒。由此可知，西方世界这个戒定慧是圆融。一戒是三，三戒是一，随便说哪一个一定含摄其他的两种。圆修圆证啊，前面说过遍供诸佛而得佛的智慧，所以修学没有一法不圆，一切诸法本来寂静。现在我们的感触是很不寂静，实在讲呢，本来是寂静，那现在呢？现在还是寂静的。如果要不是寂静的，为什么诸佛如来见到的是寂静相呢？我们见不到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障碍不是在境界上，是我们本身出了毛病，有了问题。什么问题呢？我们本身的心动，这心一动啊，就所有一切法都对立了。有生有灭，有来有去，有是有非，心动了以后啊，就产生这一些现象。这些现象是本来没有的啊，像马明菩萨在《起心论》里面告诉我们：本觉本有啊，不觉本无啊，它本来没有啊。这就是所谓的一念不觉而有无明，无明就是动向，就不寂静了，与性德相悖了，相违背了。在念真境界里，就是真实境界里面，非有非无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要用我们的话来说，
不根即净，远离痴爱分别。学佛人无量界的修行，修什么呢？就是修这段事情，把这个错误，把这个习气，把它修正过来，恢复到住根寂静。这叫修行。寂静到相当的程度了，就见性，豁然开悟。这就见到本性，见性呢就叫成佛。所以底下说，若不决定成真正觉，决定正大涅槃，这是真的圆教究竟佛果啊。我们讲成佛，天台家有藏通别圆四种佛了，你成的是哪一种啊？圆教的究竟的果位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一生当中决定成佛，这个是弥陀不思议的大愿。所以这个法门，古人讲的叫当生成就的佛法。除这一门之外，任何法门的修学都不是一生能成就的，总是生生世世。所以要三大圣起劫，要无量劫。这个法门呢，就是我们这一生就成就了。也许你会有疑问，那我们死了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，再成就了？这个话你就说错了，你也看错了，你也误会了。你要是死了就完了，你还会成就啊？死了就轮回呀。这在老是跟你讲的说死了就不得了啊，没救了，不能死啊。对，这个法门不死的。我们说明道，说明道本来是要死的，不死，阿弥陀佛来接我们到极乐世界去。所以诸位要晓得，往生是活着去的，没有断气。临终的时候看到佛来接引，跟佛走了，身体不要了，丢掉了。所以你要晓得是活着去的，不是死了去的。这个诸位要清楚，要明白。所以这个法门真的是不死的法门。这个臭皮囊不是好东西啊，累赘呀。我们平常没办法丢掉啊，佛来的时候靠佛力加持，我们才能把这个东西丢掉啊。跟佛走了。所以福报大的人，人不能不修福啊，福报非常重要，要修福。平常我劝勉同学们，你们要修三福，要修六合啊，要修六度，
这都是修福啊。修福啊，不要享福，不要把福享尽了。修福不要享福，福报留着最后享。最后什么时候呢？往生的那个时候，真正有福报的人不生病，晓得哪一天走，什么时候走，佛来接你，坐着走也行，站着走也行，你看那个都自在呀，那叫有福报啊。啊，他一生的福报留在那个时候啊来想，啊，这个很自在，就自在往生。从前我在受戒的时候，我们戒和尚道元法师跟我们讲了一个公案，公案佛门叫公案，一般人叫故事，但是真的不是假的。以前也是有一个出家人往生的时候就问大家，他说你们有没有见过坐着往生的？有的人有，就站着往生的呢，也听说过。结果他就翻一个跟斗，头朝下，脚朝上。他说：“这样往生的，你们有没有听说过？”没有，他就走了，他就叫我走了。这就真有福报啊！你看这游戏人间呐，所以说我们往生呢，要这样往生才自在呀。不躺在床上害着病走的，那已经差很远了，那就是没有福报了。所以这很重要，很重要。那么没福报生了病了，临终的时候往生，我们往往帮助别人助念呢，看到这个瑞相。他临走的时候相貌变得很好，嘴巴里还在动，但是没有声音。我们念佛的人呢，以为他也跟我们念佛了，其实不是的。其实他是想的是，他看到佛了，佛来接引他，他想跟大家说，跟大家辞行拜拜，结果他没有声音，他体力不够，说不出来。其实他是见到佛可能都是活着走的，没有说是死了走的，没有，都是活着走的。所以就说明了这个法门确确实实是不死的法门。你看我们活着往生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也是一生成佛，不要经过第二生了，决定成等证，等证就是真无上正等正觉，正在显示出阿弥陀佛的本心、本愿呢。唯一的一个期望就是广度无边众生，帮助大家个个在一生当中证得究竟涅槃。上面这个六愿呢，都是说明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报身之妙，真正不可思议。不但是这个智慧神通道力具足，而且弥陀保证我们一生成圆满的佛果，所以我们念到这个地方，这怎么能不去？没有理由不去啊！再看第七段，我作佛事。光明无量，普照十方，具胜诸佛，
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。这是光明无量面，许多经论上说，一般诸佛的光大概都是照一二百万世界，这个佛光啊有这么大的能力啊，可以照到两百万世界。阿弥陀佛的光明呢，无量，什么原因呢？我们在《弥陀因地》里面呢看过，他接受他老师的教诲千亿岁呀，老师为他介绍净虚空变化界所有一切诸佛的刹土，而且他通通见到。诸位想想，这个缘太殊胜，一切诸佛刹土他没有一个漏掉的，都曾经啊，等于说去观光参学过的。于是他成佛了，他的光明遍照啊，不是几百个几千个佛世界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他通通遍照。过去有这个因缘，今天有这样的果报，绝胜诸佛，绝是绝对，甚至超胜一切诸佛的光明，不能跟阿弥陀佛相比。所以世尊在后面赞叹阿弥陀佛光中极尊啊，这就是这一愿呐、啊，光中极尊呐、啊。胜于日月之明，我们这个世间这光明之最呀，这是日月。日月的光跟佛光不能相比。啊，佛光大。啊，也许有人要问，那佛光这样大，为什么我们看不见？佛光真的是遍照啊，我们今天看不见，我们的眼根有了毛病，不管用了啊。这个现在科学为我们证明了啊，科学家知道宇宙之间这个光啊很多种啊，光波不一样啊，我们这个肉眼只能够在无量这个光波里面看到一小段，比这个一小段长的我们看不到，比这个短的我们也看不到，但是利用科学的仪器呢可以测出来啊，就像 X 光紫外线我们肉眼看不到，确实存在，科学仪器里面可以能显示到许许多多这个不同的光波。阿弥陀佛的光波是无所不知啊，这是我们的眼根有了毛病。毛病从哪里来的呢？那个毛病的病根呢，就是佛讲的妄想执着啊。
假如我们能把妄想执着去掉了，恢复到清净心了，我们的能力就恢复了。前面讲的天言天耳他心，这都本能呢，都恢复了，阿弥陀佛的佛光我们就见到了。实在讲，我们这个白天不必靠太阳光，晚上也不必靠灯光，为什么呢？这个世界是一片光明啊！大乘经上常讲的大光明藏啊，我们这个世界一佛如是。如果你不相信，你看看虚云老和尚脸谱，我们这边图书馆有啊。啊，虚老和尚不会说假话了。啊，脸谱里面记载呀，有一段公案。啊，是老和尚有一天回到他自己的茅棚，啊，下午，那个路很远。他回到他茅棚去，走在半路啊，遇到两个熟人，也是出家人，打着灯笼。哎，这遇到虚老和尚，哎，老和尚，天这么黑了，你还看得见呢？这一说呢，老和尚眼前就一片漆黑。老和尚原来的时候，他这个天是明亮的，不是他没有分别，啊，他下午出来的时候时钟他没有念头，那个境界永远保存在那里。人家一提起，哎，天黑了，他这个一起分别了，天就黑了。但那个虚老和尚要一直没有分别心的时候，到第二天天亮，他一夜天在他境界里面，天都是明亮的。这是事实真相啊，一点都不假了。啊，都是我们自己凡夫啊，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造出许许多多的障碍。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，莫不安乐慈心作善，来生我国。若不二者，不成正觉。所以佛叫做无量光佛啊，叫无量光佛，光明遍照啊。若有众生见我光明，或者是天眼见到啊，摩罗汉菩萨们的天眼能见到，或者是定中见到的啊，真正修定的人的时候，得定的人，我们念佛人得到四义心、理义心，这个得一心不乱的，这是定中能见到。还有一种是特别的机缘，感应而见到，见到佛光，佛光消业灭罪的力量很大，三毒烦恼啊，纵然不能断了，也会洗掉了，不起作用。
如果业障轻的人，这佛光一加持，这个烦恼真的就断了。贪嗔痴是很粗的烦恼啊。这什么呢？苦没有了，苦灭了啊，那就乐了，莫不安乐，安乐是这么回事情。烦恼轻，智慧长啊，这个人呢，一定会升起慈悲心，决定不会作恶，啊，一定会作善。这个慈心作善是自自然然升起来的，不是别人劝他的，也不是自己勉强要做的，是自然。每天除这个事情之外就没有别的事情好做，就是存大慈悲心帮助一切人破迷开悟离苦得乐。那么再说的具体一点的，帮助一切人认识净土，明了净土，修学净土，求生净土，这个是慈心作善达到了最真实，没有比这个更真实。来生我国，再看底下一段，无作佛时寿命无量，前面这一段光明无量，实在上讲的是弥陀成佛一切无量，但是他在自在王佛的会议上提出这个报告，四十八愿就是报告，也只特别呢说了这两个。世尊为我们讲阿弥陀经，给我们介绍的也特别指出无量光无量寿，在一切无量里面，这两种意思最圆满。光明代表十方，光明遍照空间，我们就讲空间。寿命呢，过去现在未来，代表时间，现代人讲时空，时空里面所有一切没有一样啊会漏掉的，所以无量寿跟无量光啊，就代表广大无边际的时空，这里面一切的无量，弥陀通通具足，没有一样欠缺，是表这个意思。但是在一切无量里面，寿命最重要所以寿命啊是一切无量里面的第一德。诸位想想，如果说寿命没有了，好，你有无量的财富无量的眷属，谁受受用呢？不全都落空了？寿命是第一重要的，有无量寿，其他一切无量啊你才能享受得到啊，才不至于落空啊。寿命就非常重要了。那么阿弥陀佛在西方世界示现作佛了，寿命无量，故名无量寿佛，极乐的
根本就在这里面啊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寿啊，佛无量寿，那我们去往生的呢？底下说，各种声闻天人无数，寿命已届无量，跟阿弥陀佛寿命一样的，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，西方极乐世界都是阿惟越智菩萨的，我们前面读过啊。这个地方讲声闻天人，怎么会有声闻天人呢？世尊在本经后面跟我们有说明，说明这个事实真相，原来这个名词是比喻，我们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见思烦恼没有断尽，这就是天人啊，等于他方世界的六道众生，这是完全讲的断烦恼的程度啊，你跟他方世界六道凡夫是相同，烦恼没断尽，见思烦恼尽了，无明没有破，等于他方世界的声闻，是这么个说法的啊，其实不是啊，其实不是，这是讲我们自己实质的程度啊，是这么也是这个样子。那么到西方极乐世界都是阿惟越智菩萨，那是阿弥陀佛本愿加持，不是我们修得的，是佛力加持。我们自己呢，自己跟他方世界人天没两样啊，是这么一回事情。这第一个说法。第二个说法呢，是讲我们没有到西方极乐世界以前的身份，像我们从人道去的天人，人道去的，有人证得初果、二果呢、三果啊，罗汉他念佛往生去的，那他就是属于声闻，没到极乐世界之前的身份，有这两种说法。这样的人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无数，人数太多太多了，寿命已届无量啊，这就讲什么？初往生的人寿命都无量，那在西方极乐世界修了很久的那就不必说了。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都无量寿了，那品位更高的那还用得着说吗？啊，这就说明了个个都是无量寿啊。佛的寿命长，常住在世间呢，这众生呢就有了依靠了啊。像我们这个世间众生复播，释迦牟尼佛住世80年，佛80岁圆寂了。佛灭度之后，我们没有依靠，是在讲虽然留这么多经典在世间，我们今天有机会接触到
接触到这么多经典，还是盲修瞎练。不知道自己应该要学哪一个法门，不知道自己的根性，虽然学佛，我们的疑惑不断了，存了一个什么怀疑的心，这就是很大的障碍。佛说过啊，疑是菩萨大障碍，何况初修。那么佛说菩萨疑惑是大障碍，那个用意很深的，我们过去不明了，现在懂得一点了。菩萨疑什么呢？怀疑净土。虽然遇到这个经典，听佛说法不能接受，不相信了。当年法华会上退席的人就很多，不能接受。这个法门不能接受的人更多，所以菩萨需要无量劫的修行，不能在一生当中成就，这就是他的障碍，这就是他吃了大亏了。所以佛在世呢，这才有依靠。弥陀那个世界真的是十宝庄严土啊，佛与大菩萨修行的道场啊。我们凡夫前面跟诸位介绍，五尘齐入宝土，这是古来祖师所说的啊。五尘，人尘、天尘、声闻尘、缘觉尘、菩萨尘，到西方极乐尘平等，通通入弥陀的宝土，这个不可思议啊！这个真的一般菩萨不能相信，不能接受啊！哪有这种事情啊？西方世界实在是非常特别，跟其他诸佛刹土不一样。这个教主无量寿是真实的无量，那么往生的人无量寿，说老实话也是真实的无量。为什么呢？他这一生当中要成究竟的佛果，成了佛了，哪里还有寿命？那自然是无量的。所以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，真的弥陀示现的是个有量的无量啊，我们到这个地方去之后啊，真的就变成了真实的无量啊。理如是，事亦如是。那么下面弥陀又举了一个比喻，这个比喻好。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，三千大千世界众生，那就不晓得多少人了，个人太多了。诸位要知道，这个众生是讲六道众生啊，不是讲人道啊，六道里面众生的。我们在这个地球上，地球上人不太多，
现在还不到50亿啊，可是地球上蚂蚁多少呢？蚊虫多少呢？这些动物多少呢？那真的就无法计算了，何况还有魔鬼，还有地狱啊，还有诸天啊，可见的了，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六道众生就太多太多了。佛举一个比喻，假使这些人呢习成圆觉，圆觉比阿罗汉还要高一代，智慧神通都比阿罗汉高一代，百千劫，这是时间长啊，不是一天两天，不是10年20年呢，或者几百年几千年呢，不是，百千劫，这么长的时间，习功计较，就是这些圆觉啊，这假设的话，这么多的这个辟支佛，以他们的神通、道理、智慧共同来计算，算什么？算这个寿命长短，他算不出来呀。若能知其数量者，不取证据。啊，说实实在在话，西方极乐世界人这些寿命，除佛与佛等觉以下的菩萨都不知道。啊，这个就是真实的无量。佛祖佛时，十方世界无量刹中，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，说过功德故土之善者，不取证据。在这一愿里面，我们要注意的，十方世界，这就是我们常讲的尽虚空遍法界，一个世界都不漏啊，无数诸佛，一尊佛也不能，没有一个世界佛不讲净土三经的，没有一尊佛不劝人求生净土，除非你的语言没成熟，给你讲了你不相信，不相信你就谤佛了，这佛就不说了啊，因为谤佛有罪过啊，佛很慈悲呀，不让你毁谤啊，不让你造业，不给你讲啊。这就是这一愿，这一愿呢实现了，十方一切诸佛都称赞阿弥陀佛，都称赞西方极乐世界，因为要说到度众生，度众生度得普遍，度到究竟，不便是 虚空法界里头一个众生都不漏掉啊！啊，弥陀度众生，上至等觉菩萨，
下至阿鼻地狱平等得度，这是普啊，普遍啊，而且究竟能令一切众生平等成佛。这是一切诸佛所不及呀！诸位要晓得，诸佛尚且不及，那菩萨当然更不能了。啊，我们这个世间人感情很重，有些人跟那些菩萨有缘呢，不念佛。要念菩萨，那个感情好重啊，舍不掉啊。这个经要多念念啊，要觉悟啊，一切诸佛都比不上阿弥陀佛了，那菩萨当然更比不上。你为什么不念阿弥陀佛，偏偏去念菩萨的？一个是情执太深，第二个是不了解真相，所以才有这个误会啊！有些人念菩萨，就念菩萨念了很多年了，现在要不念菩萨，念佛了，好像对不起菩萨。受良心责备呀！还有人念别的经。就像念《金刚经》，念楞严咒念了好多年了，现在叫他念阿弥陀佛，念无量寿经啊，他也放不下。我念了好多年了，好像心里头有歉疚的意思。这都叫妄想啊，这都是烦恼啊，你的妄想烦恼放不下了，实在讲，今天我们。明白无量寿了，我们知道有阿弥陀佛了，我们改念无量寿经，改念阿弥陀佛，是把我们的修行呢向上提升了，升等了，这个是好事情啊！哪有一个学生在学校念书念一年级，到第二年升级不想升，我的一年级感情很深，哪有这种道理呢？你们今天心里就是这个样子，考试及格了要升级了，舍不得，舍不得。这学校应该毕业了，舍不得，愿意再留校，你说糟糕不糟糕？错误啊，大错特错啊！所以要晓得啊，这个能念无量寿啊，能念阿弥陀佛，这个升等升到了顶点啊，没有比这个再高。佛为一切众生，真实的利益了，希望一切众生早日成佛，在菩提道上一帆风顺，没有障碍了。那用什么方法呢？就是推荐介绍西方极乐世界，能往生到净土了，那就一帆风顺，什么障碍都没有了。诸位想想，假如阿弥陀佛没有这一愿，这一愿是要一切诸佛都推荐都介绍啊，没有诸佛这个宣扬啊，我们怎么会知道西方净土？我们怎么会晓得阿弥陀佛？所以世尊为我们推荐介绍，今天念到这一愿呢，才知道世尊也是受阿弥陀佛念力的加持啊！阿弥陀佛的本愿呢，
令一切诸佛如来啊，都来赞叹，都来推荐介绍。这个功德太大太大了，佛恩难报啊，这是真的。我做佛事，十方众生闻我名号，至心信要，所有善根心心回向，愿生我国，乃至十念若不生者，不取正觉，唯除忤逆，诽谤正法。这是第十八愿。是八愿的精髓。古德讲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法，做了一个比较啊，诸位看这个黄念祖老居士《无量寿经》的注解，他就说得很清楚。隋唐时候，日本、韩国跟中国的这些大德们做了一个统计，说明了在一切经中，华严是第一。这大家几乎都公认的，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讲的经啊，华严第一。华严经跟无量寿经做个比较呢，无量寿经第一，把华严比下去了啊，华严法华统统比下去，世尊四十九年所讲的第一经啊。为什么呢？华严到最后，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道归极乐了，华严才圆满。如果要不道归极乐了，华严就不能达到最高峰，就不能圆满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华严最后就是归无量寿，无量寿是华严的总结啊，这个才明了无量寿第一了。无量寿经就是华严经的精华了，华严经的精髓呀。所以古德说这个无量寿经叫中本华严，就是华严经啊。八十卷经太大了，太长嘛，它这个分量小嘛，中本，中本当然是小本呢。小本华严呢，佛说阿弥陀经，阿弥陀经比这更少。文字虽然有广略不同，广就是多啊，略是少啊，不一样啊。里面所讲的道理啊，没有两样，完全相同啊。所以这个《无量寿经》《弥陀经》跟华严的关系非常密切啊。我们读这个经，你看处处讲到普贤行、普贤道。莲池大师注解小本阿弥陀经叫弥陀疏钞啊，
他用什么方法来注解呢？几乎完全用华严。所以我们读一套经疏钞啊，就等于读了一部华严经，那个分量也很可观啊，义理呀也是无限的深广，证明小本弥陀经确确实实是华严经的精华，华严经的心经啊，这没错啊。这是无量寿经在整个佛法的地位重要性，我们明白了。无量寿经，我们这个本子有48品，哪一品最重要呢？我们继续再对应。当然第六品我们现在讲的48愿，48愿是无量寿经的核心。再问，这48愿，那哪一愿最重要呢？我们继续不断的去追梦。这个古大德了，已经跟我们说明了，我们不要再去找去了。就是这一愿，第18愿。第18愿的内容是什么呢？内容是生念必生。说明了名号功德不可思议，所以这一愿就是南无阿弥陀佛了。追到那个顶点呢，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。所以过去我们常常听到说名号功德不可思议，我们也不晓得这功德为什么不可思议。这样一来呀，我们明白了，原来整个的佛法到后头要到了巅峰啊，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，这六个字就是一切佛法。念这六个字，所有一切佛法就通念了，没有一部经离开这个名号，没有一个法门离开这个名号，也没有一尊佛菩萨离开这个名号。所以一念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所有一切诸佛如来通通念到了，所有一切菩萨也通通念到了啊，都比一个一个菩萨去念了啊，所有一切经也通通念到了啊，无论是教下的禅宗的密宗啊，全都念到了。你看这多方便啊，一即一切，一切皆一，一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啊。所以前清观顶大师讲，众生极重的罪业啊，什么样的经什么样的忏都消灭不了的那个重罪，到最后还有这一句阿弥陀佛能把它消得干干净净。那么我们现在念佛的人很多，为什么业障消不掉呢？你们想想，好像跟经上讲的不一样嘛。其实你们还是没有搞清楚。什么没搞清楚？你们根本就没有念佛嘛。你们要是口皮上念嘛，阿弥陀佛心里头没有啊。心里面还是是非人我贪嗔痴慢。这个不行，这个与佛不能感应。要什么呢？心上有佛。所以诸位要知道，这个念呢，念是从心呢，不是口啊。中国这个文字
实在讲，是全世界任何国家民族都不能够相比。文字是符号，我们祖先创造的这个文字啊，这些符号啊，用意非常之深啊，充满了智慧。你看看那个念，上面是经，底下是心，是你现在的心，现在心上真有佛，那叫念佛啊，不在口上啊。口叫什么？口叫称啊，称扬啊，口是称啊，念在心啊，不在口啊。你的心上要真有佛，那叫念佛，那就能消业障啊。口里面有佛，心里头没有佛，业障消不了啊。啊，所以诸位要想消灾免难啊，这个消业障，心上真有佛。所以念佛有很多种念法。观无量寿经告诉我们，观想念佛，观相念佛，持名念佛，那个后头都有念啊。观想呢，是心里都常常想，想阿弥陀佛，想他的32相80种好，想他从初发心，这无量寿经上的，拜老师，求学修行正果，弘法利身，去想这些，不要想这，想这些，想西方世界一真庄严，这16观里才有啊。你心上真有，除了阿弥陀佛之外，除了西方境界之外，心里头没有别的念头，这叫一心念佛啊。纵然我想依照这个经上念得很熟了，我想，可是还想是非人我，还想贪嗔痴慢，你这个念佛叫杂心念佛，多心念佛，乱心念佛，这个没有感应，这个不能消业障啊。所以要一心念佛，这用观想的方法。观相念佛呢，在一般讲呢，是要很有福报的人。你家里面有佛堂，供养很庄严的佛像，自己很清闲，不要做事情，有人供养你，你每天修什么行呢？看佛像，观相念佛，把佛的相好深深地印在自己心中，这叫观相。但是你离开佛堂，离开佛像，你修行的功夫就断掉了啊！所以你一定有很庄严的佛堂啊！而且最好这个佛堂呢，四面都有佛像。为什么？无论转到哪一边都看到佛像啊！这是观相的。那么第三种就是持名，这最方便的
是名，名号不能间断，名号提醒自己心上真有。所以古大德教给我们持名的方法，我们这一句佛号从心里面生出来，心上有啊，口里面念出来，再从耳朵里听进去啊，又回到心里去，这个是念佛，这个的确是念佛了啊，而不是这一句佛号只在口头上，心里头没有，耳朵也没有啊，这样的佛号没用处啊，那就是古人讽刺的话了，你喊破喉咙也枉然啊，纵然一天念十万声佛号都没用处，喊破喉咙也枉然，心里头一定要有佛啊，这个重要啊。那么我劝你初学的同学从读经下手，先把《无量寿经》念三千遍啊，我要求的不过分，一天念三部啊，三年圆满啊，三年就念三千部了。目的在哪里呢？目的在修定。三千部经念下来，心定，不会去胡思乱想，定于一门，定于一部经，而且三千遍念下来呢，这个经呢一定会背了啊，能够背诵，这个很重要，你要能记得住，记不住对你修行没有帮助啊。说在这个经能背呀，我还见过两个人，我很佩服，我自己都没有这个能力啊。我在美国，在德州休斯顿有一个同修，也是中年，他做生意，工作还很忙，他五个月会背，啊，他自己也没想到，啊，他告诉我的时候，他念五个月的时候，他能背诵。还有一位同修，我听说，我跟他见过一次面。在台北一个星期背诵啊，这个大概是前世有续根啊，他这么快啊，但是他念得很勤，日夜不断地念，念一个星期他会背啊。现在能够背诵的人很多，三年三千遍念了之后怎么办呢？要注重求解，经里面的意思要明白，要清楚啊，就是要求解，都明白了，都清楚了，要照做，那才叫修行啊。把经典里面的道理变成我们的思想见解，经里面的教训变成我们生活行为啊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决定是依照无量寿经教训去做，决定不违背，这叫真修行啊。于是你的心跟阿弥陀佛一样，你的念也跟阿弥陀佛一样，你看把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变成自己的本愿了啊，阿弥陀佛发这个愿我也发这个愿啊，跟阿弥陀佛的愿一样，跟阿弥陀佛同解同行，真正能做到，哎，你就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啊，
你还不往生，那谁往生啊？这决定往生嘛，这叫真念佛了啊！所以念佛诸位要记住，不是有口无心的，那个不行的。在过去我初学佛的时候，我们有几位同参朋友，学佛的朋友常常在一块辩论。有一位同学说，佛法里面讲佛呢，万德万能，这句话我不相信，这个都是赞叹的话，不是事实啊。就像从前帝王时代，我们一般呢赞叹皇帝万岁万万岁，其实皇帝活到一百岁的都不多，哪有万岁，是假话了，这不是真的，这佛哪有这个能力啊，这万德万能，这是一定是说得好听的嘛，赞叹的嘛。为什么呢？假如有一个人造了很重很重忤逆十恶的罪，马上就要堕地狱了，佛有没有能力叫他立刻成佛？如果有这个能力呢，那万德万能我们可以相信，如果没有这个能力，那这个是恭维称赞的话，不是真的啊。那个时候提出这个看法，我们很多同学听了都哑口无言，答不出来啊。到以后我们读到这个经，读到这一愿呢，哎，才明了了。如果那个时候要读到这个经，我们就有话答复他了。确确实实，十念一念十念必生，一生到西方世界就成佛了。可见的万德万能呢，不是赞叹的话，是事实啊。那么众生为什么不能成佛呢？众生不肯干。自己业障重啊，不能怪佛啊！啊，是在讲自己再重的业障，肯听话、肯信佛，都能够立刻成佛。哎，就是不信啊，不相信，怀疑，不肯干，那就没法子。这肯干的人是吧？这一面的的确确不可思议。这一面呢，是整个佛法总纲领，整个佛法里面最高峰啊，不仅是释迦牟尼佛，可以说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度众生成佛道啊，这个法都是第一顶峰啊。名号功德是真真不可思议啊！我们再细看这一愿啊，这里头一个字都不可以放松啊！不作佛事，十方众生啊，这一切众生。都包括在其中了。闻我名号，闻是听说，听闻的。这个闻里面，诸位要晓得，要包括着真信其意，这个才叫闻。如果闻里头没有信念，
那就是听而不闻，听到了没闻，所以在底下讲智心性要，这是关键要紧的四个字。能不能往生就决定在这四个字上。智心是真心，真诚到了极处啊，才叫智心啊！真诚到了极处了，什么样的心在真诚到了极处呢？刚才跟大家讲过了，一心，心里面还有一个杂念，那不是智心啊，心里头一个杂念也没有了啊，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了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这叫智心。心要啊，真心一丝毫的怀疑都没有，这叫心啊。要是喜欢阿弥陀佛，喜欢极乐世界，正想去啊，这才行啊。所有善根心心回向，这一生当中一丝一毫的善思、善心、善行，都回向庄严净土啊，都把这个功德回向庄严净土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愿生我国，欧耶大师在要解里面告诉我，能不能往生决定在信愿之有，也是从这一愿说的，品位高下在乎持名功夫的情深啊，持名的功夫深，品位就高；功夫浅，品位就低。啊，记住，持名功夫的深浅，没有说持名多少。啊，多少？跟功夫不一样啊，持名要有功夫。什么叫功夫呢？念佛的时候心地清净，不怀疑，不夹杂，叫功夫啊。如果我们念佛怀疑啊，夹杂，这个没有功夫啊，这个不容易得利益啊。所以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净念相继啊，那个念要清净的啊，这
才有感应啊，才相应。这个地方告诉我们，不在乎多少，念之生命，生命是很少，古人为我们解释这一点，这个生命是平时的生念呢，还是临终的生念？克时而论，这是临终的生念。但是平时生念呢，也讲得通。慈云灌顶法师教人生念法，那是一般工作繁忙的人，没有时间呢做早晚课的人，他教了一个生念法，就传一个生念法。方法呢，尽一口气要一念，这一口气念佛不拘多少。有的人气长，有的人这个气短，没有关系，不拘多少，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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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一口气叫一念，这个时间不长，早晨起来，洗脸漱口之后，有佛像呢，就在佛像面前，或者礼拜，念，十口气。如果没有佛像呢，面向西方念这个十口气的佛号早晨一次，晚上一次，养成习惯，一生当中一次都不缺，这也叫精念相继。他没缺，每天到时候就念了，这个方法很好。这几百年当中，许许多多人用这个方法念佛成就。我记得上一次好像是去年啊，去年我在此地传给诸位一个新的生念法啊，跟这个灌顶法师那个不一样，比他那个还简单，他还是要念十口气，我这个不要，就是十句啊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念十句啊，不管一口气两口气，就是念十声佛号，时间我想一分钟足够了，但是一天要念九次啊，好处非常多啊！早晨起来念一次，吃饭的时候念一次啊，你一天吃三餐饭啊，吃饭的时候，我们一般佛教徒啊。都念供养咒啊，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供养一切众生，实际上都是有口无心不如老老实实念十句阿弥陀佛啊，所以我们呢用佛号代替这个供养咒啊，我们念阿弥陀佛，念十声阿弥陀佛啊，用真诚的心、清净的心、恭敬心来念这十句佛号，十句佛号念完了再吃饭，这个身心清净啊，吃东西能吸收啊，帮助消化
好处多啊，那这是真的啊。上午上班下班，下午上班下班过一次，晚上睡觉之前一次，一天九次啊，一天九次，养成习惯。这个就是时间虽然短，但是它隔不多久的时候又有一次，一天九次的熏修啊，这个效果很大啊。我那个时候提出这个方法不久，两个星期，马来西亚同学就打电话告诉我，他们就得到效果，来感谢我，他们就真到做了啊。可见的时候两三个星期就会看到效果，非常好的方法。工作再繁忙的人都可以修啊，对你的工作对你的生活只有帮助，绝对不会有妨碍啊。那么这个都是生命啊，用这个方法。愿文幕后说，唯出忤逆毁谤正法，忤逆罪非常之重啊，杀夫、杀母亲、杀母安、破活合身、触佛身学，五种罪极重的。可是佛在《观无量寿经》上告诉我们，这忤逆罪念佛呢，临终生念呢，还是可以完成。可见的这个地方，它这个重点是底下这一句。如果毁谤正法，他根本就不相信的，那他当然不相信、不愿意，他不肯念了。不是他不能得救啊，是他不肯接受啊。但是佛在这句话里面说呢，含义很深。大多数造极重罪业的人，回头很难，相信还不容易，这也是真的，也都是事实啊。所以我们从这一面里面知道，念佛的目的，往生的根本教义。当然念佛念的是愈多愈好啊，多多益善。我们能够一心专修，这一点非常重要啊！真的把其他东西通通放下啊，要专修专理。我们每天拜佛，只拜阿弥陀佛。专念阿弥陀佛，专想阿弥陀佛。刚才讲的心愿皆行，样样同佛，这就是观经上所讲的誓心作佛。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我们这个心真的是在作佛。设法界里的我们专缘佛法界，这也就是
心作佛最具体的修学法，自自然然，暗合道妙啊！道妙就是世心是佛，自然跟他相互。过去善导大师给我们说，四十八愿从前面第七段一直到这个地方，第七段是第十三愿，也就是第十三愿到第十八愿里面，定成正觉，光明无量，寿命无量，诸佛称叹，圣念必生，这个五愿呢、是真舍智慧，是四十八愿的精华，是四十八愿的中心。可见这个五蕴确确实实是阿弥陀佛弘誓的精要啊。弥陀的本怀我们在这里能够看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他就是想叫一切众生决定成佛不需要累劫去修行的，一生当中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为了实现这一个大愿，这才有生念必生的这一个殊胜的愿望。众生念佛决定成佛，往年我读《观无量寿经》，看到《观经》里面三福一段开始，我知道那是修行入门的真实的基础，我很重视这段经文。但是它第三条里面，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劝经行者，这四句那个深信因果，我是揣摩了好多年了，不得其解不知道它什么意思，为什么这句话我不懂呢？假如这句话要是在第一条里面，我不怀疑，他在第三条里面呢，我怀疑。第三条是，第三条是菩萨的，第一条是人天的，第二条是小乘的，第三条是菩萨还要深信因果，那是什么因果？那普通这个因缘果报我们都相信啊，善有善果，恶有恶报，我们人都相信，难道菩萨不相信吗？所以对于这究竟是什么因果，怀疑了好多年了，这才恍然大悟才搞清楚什么因果呢。
念佛是因呢，成佛是果，就是这个法门，就是净土法门。实在讲我们很笨，你看就在这个本经上的时候都看不清楚，要搞好多年才看出来，没有离开这本经吗？就是这个经上所说的嘛，念佛是真因，成佛是真果啊，这个要晓得。唐朝善导大师啊，这是我们净土宗的第二祖师啊，第二代祖师。他老人家有两句名言，说：“如来所以处心事，唯摄弥陀本愿海。”这是我们净宗祖师说的。而在传记里面，有人说他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啊，在这个历史上啊，好像这个身份露出来的阿弥陀佛再来的有三个人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善导大师；第二位呀，是印明延寿；第三位呀，就是天台过清寺里面的风干和尚啊，寒山寺的风干，寒山寺的是文殊普贤啊，风干和尚是弥陀再来的。那么这是身份露出来呀、啊，我们后人呢晓得。那要是阿弥陀佛再来的话，那这两句话就是弥陀自己说的了啊，告诉我们一个事实：一切诸佛如来以佛身，示现佛身为众生说法，像这个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里面，应以佛身而说法者，即现佛身而为说法啊，说什么法呢？唯摄弥陀本愿海呀、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无量寿经、净土三经说的什么？就是说的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啊。一部八十卷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还是讲的弥陀本愿。再扩大，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，我们今天收集的全部大藏经，一问说的什么？也是说的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。越说越广，越说越细，也说的无量无边的，都是说的。四十八愿的，一切诸佛说法的总纲领啊。这个掌握到了，一切佛法通通都达到了。那么第十八愿十念必生是纲领的纲领，顶尖了。顶尖就是这一句佛号啊，我们到这里才把佛号啊那个价值搞清楚了。你要不认清楚，你不识货，不识货。你怎么肯把这个东西当宝贝呀、啊？你怎么肯认真修修啊？到你真正明白、真正认识、透彻的认识了，这个时候你自自然然的把它看作珍宝，决定不会舍弃，决定不会放下，然后才能做到老实念佛啊！老实念不容易。但是也有一些人他并不明了，像有一些老太婆，他就能老实念，
临终的时候站着走的坐着走的，他什么都不懂，那是人家的善根太厚了，我们比不上啊。多生多劫修的善根福德，我们哪能比得上他？他心里没有杂念，一天到晚这一句佛号，我们一天到晚胡思乱想。这个就是善根福德不如人的。像我们这样的人，只有一个方法，搞清楚，搞明白，真认识清楚了，哎呀，这个死心塌地了，妄想杂念才肯放啊，否则的话不肯放啊。凡夫能在一生当中其如实相，就是禅家所讲的明心见性的啊，我们说其如实相，一生圆满成就，实实在在说，唯有老实念佛求生净土，除此一门之外，你们自己就试试看有没有办法把这个是非人魔啊、贪嗔痴慢呢、洗掉。如果觉得没有办法，赶紧念佛。有办法可以不念佛，没有办法了，念佛是第一了。